询问询答时间共为三十分钟。首先请黄委员国昌询问。谢谢院长，有请被提名人许宗立教授。请许被提名人。薛老师您好，虽然作为法学的后进了，那过去也拜读你很多文章，不过立法委员职责所在，那我今天就直接切入正题。第一个，刚刚院长在前面说明的时候啊，提到了不管是金字塔型的诉讼制度、最高法院的改革、学士后法律，其实我觉得这些措施啊，我们如果回顾过去台湾这十几年来司法改革的历程，有很多是在1999年全国司改会议就已经做成了结论，但是17年过去了，这些改革的议题还留在原地踏步。那甚至后来所推动的学士后法律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甚至很多大学法律系的教授自己都跳出来反对。那我要跟许宗立教授分享的一个观念啊，是说刚刚有委员恭喜您被提名了，但是我想要跟您讲的是，如果本院通过同意权了以后，任重而道远，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那我希望许宗立教授在接下来司法院长任期的过程当中，你会遭遇到非常多的阻力，非常多扯后腿的行为。我第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对您的学养我完全没有任何的质疑，但是我想要先请教您，您有没有那个信心，你会有魄力把这些司法改革的措施逐步来完成？我会尽我最大的一个努力呢，去落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这一任呢，我觉得是最有挑战性并最有意义的一个 calling， 对我的一个召唤，所以我一定是全力以赴啊。带着钢盔往前冲，会有非常多的阻力啊！我相信你曾经如果听过翁岳生院长，听过他在任内推动改革所遭受到的困难，你应该心里有数啊，接下来的挑战会有多重大。来，我现在切入啊正题。第一个，您的法与国家权力啊这一本行政法的著作，可以说是每一个法律系的学生必读的教科书。我现在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啊，是我们的劳基法36条规定，劳工每7日中应有1日之休息，这个法律上面的定性是一个强制规定，不可以合一变更，除非有法律例外的事由。请问劳动部可不可以透过行政规则来变更这个法律适用的范围跟内容？我讲的行政规则是行政程序法159条第二项第二款，也就是透过行政规则把这个法律的切割适用成两个世界。原则上的世界是7天休1天，工作时间不可以逾6天，另外一个世界是只要是劳动部他公告的行业可以超越这个法律的规定，可以连续工作12天。请问行政机关依照行政程序法159条第二项第二款的行政规则，能不能够去变更立法者他在这个法律适用上面？行政规则它的性质之一有一个就是解释法律的行政规则，没错，所以它的目的呢，它只能够落实具体化法律的规定，没错，那么它当然是不能够逾越法律本身的一个范围，也没错。那行政规则可以把法律，你说行政规则要去解释法律，我接受啊。行政规则可以把法律的适用切割成两个世界吗？我只能够说行政规则不能够逾越法律。如果逾越法律，徐老师，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行政规则可不可以法律的适用？说 A 类的人这样子用 ，B 类的人这样子用。法条的适用必须要有普遍性、一致性。如果行政机关要对它的内容做补充的话，也应该要遵循普遍性、一致性，不可以差别对待。不晓得我这样的法律见解，徐老师您认不认同？原则上认同的。对不起，我没有听到您的回复。我认同的。那所以你觉得行政规则可以做这种事吗？行政规则我只能够说它不能够逾越法律，如果逾越法律的话本身的确就会有问题。
我现在可以跟徐老师哦分享一个看法，就是不仅仅是实务上的法官已经公开投书反对，在这一次司法院大法官的被提名人我们所丢出去的问卷当中，我第一题就问这一题，回来有勇气明确表示见解的全部认为行政机关用行政规则不可以这样恶搞。我为什么要问这一题？就是今天不管提名你的总统是哪一位，提名你的政党是哪一位，全体国人对接下来大法官的职责就是宪法的守护者，不会因为提名你的人总统以及他所属党派的属性而对你接下来对于权力分立还有人权保障的这一个宪法守护者的工作产生任何的影响。我希望徐老师如果上任了以后，接下来某一天遇到这样子的事件案的时候，能够秉持着您在写《法与国家权利》这本书的初衷，以及过去作为宪法守护者的精神，什么样的情况违反法律优位，什么样的情况违反法律保留，该明确说的就要明确说。如果行政机关可以用行政规则这样子搞的话，那我都不知道我们的立法院存在有何目的，这不是应该透过法律修正来变更法律的适用范围，有再正当的理由在任何法治的国家当中都不应该这样子恶搞。来，第二个问题，总统的职权跟宪法界限，您之前在双手掌制的评试当中的时候啊，曾经说过行政院长是总统所任命，不用立法院同意，解释上总统对他也有免职权， 国家安全大政方针有弹性，到最后的结论啊，就是实务的操作上面我们最后的行政院长除非没有恋战之心，要不然都会沦为总统的幕僚长，如果要摆脱这个宪政上的困境，我们又要维持总统之民选，修宪朝总统制变革是最可以考虑的选项。请问您那个时候所表示的法律见解现在有没有变更？基本上我是认为如果是总统民选，我个人是认为说比较是朝总统有实权的一个方向，总统制方向去变更。在实质的宪法解释上面啊，我事实上是赞同徐老师的看法，因为在民主国家当中权力的来源就是人民嘛，真的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就是那个总统，那你要那个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总统除了所谓的国防跟外交两岸没有实际上面的权限，反而把权力交给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民意的基础甚至没有经过立法院同意的行政院长，这样的宪政体制啊，非常的怪异。但是我现在接下来要请教的是，蔡英文总统为了要使得他的执政更为顺遂，他召集了所谓的执政决策协调会议，而这个执政决策协调会议当中里面不仅仅有行政院的院长副院长，还有民主进步党的秘书长党职人员，还有立法院党团的干部，甚至还有民进党的智库。请问您觉得这个执政决策协调会议有没有跨越总统在权力分立原则下面的宪政红线？他如果不是一个法定的，他可以说是一个他绝对不是法定的，现在法无明文规定嘛，所以才会有非常多法界的先进关心台湾民主宪政的很多朋友，他们前两天发了一个声明，说他呼吁蔡总统停止违反宪政破坏行政立法分权制衡的总统府外挂决策协调会议。请问您对于您这些法界的同僚所表示这样子的法律见解，您赞不赞成？我没有看过这个我的同仁呢，他们所写的，不过基本上我认为说就是应该要照着那个宪法的那个机制来走。那如果说目前我相信呢，我也同意照目前我们宪法的规定呢，总统有很多无奈，所以我觉得是最后呢，我是希望说大院能够考虑修宪。修宪啊，我100%我知道是有困难，我都赞成。我也了解蔡总统他现在所面临的困境，但是我非常的担心啊，是这样子的做法在宪政上面的争议，如果有法界的学者，而且这些人都是长期关心台湾民主宪政发展的人，提出这样子的呼吁的话，那徐老师，您认不认为蔡总统应该继续这个所谓的执政协调会议下去？我觉得确实是值得进一步去考虑的。好，
您讲到哦，解决法官案件量负担过重的问题，淘汰不适任的，这个哦，就是我有很多，包括我自己的学生，都在当法官、检察官，我完全了解他们在第一线工作的辛劳。所以，对于您刚刚所提的，要如何解决法官跟检察官他们工作量负担过重的问题，这我100%的赞成。而这个又会直接的去连接到，这个又会直接的去连接到。您刚刚所说的建立金字塔型的诉讼制度，把二审的人力 往下拉，让第一审可以完全充实，这个我100%都赞成。但是当您上任院长了以后，你一定会第一线感受到来自所谓司法老鸟他们的抗拒，他们的抗拒那个压力到底有多强。那第二件事情我想要请教你的，就有关于现在法官兼跟检察官的评鉴制度，您认为有没有当发挥当初立法他应该期待他发挥的功能？是现在的运作的很好，还是现在的运作离当初人民希望淘汰不适任的法官检察官还存在有相当程度的落差？我个人是认为说呢，什么是那一个不适任的这一个法官呢？这个到目前为止呢，我觉得这个还不是很精确。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要靠那个立法，一个是实体要件嘛，什么是不适任的法官，另外一个是程序的参与。所谓程序的参与，是现在法官跟检察官的评鉴制度当中，过去积极的去关怀这个评鉴制度的民间司改团体，他们也提出了，包括我自己都曾经经历过，我可能是当初符合法官法去提出评鉴的团体，但是那个团体对于受评鉴人他所表示的意见没有 respond 的机会，也就是那个程序的参与权，基本上的程序正义被剥夺了。徐老师，您认为这样子的设计合理吗？如果从正当程序的观点的话，如果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有 respond 的一个机会的。好，那这样子您愿不愿意承诺，当您入主司法院以后，就法官评鉴制度最起码在程序参与公平性的问题马上着手改革，这是你上任作为司法院长马上就可以做的，完全不需要立法院这边同意。我如果有幸呢这个通过审查，那么呢我如果担任司法院长，我会来进一步来检讨这个问题。好，下一个问题哦，因为接下来啊您也是整个司法院的大家长，那这个伦理分际的事情我看得非常非常的重。现在司法院实务上面运作的状况啊，您大概去请教一下有接受过司法院委托的学者都知道，您自己也做过很多委托研究计划，司法院的委托研究计划跟受委托者彼此之间有一个自适的合约，那个自适合约是你受委托了以后，你著作上面的产物啊，著作财产权是完全归属于司法院。那当然啦，作为一个政府机关，在委托研究的时候，著作财产权的归属这一件事情，到底是应该要留在原来受委托人还是委托机关，这个在政策上面您可能上任了以后可以去进一步的去征询更多的意见，看这样会不会减少学者愿意接受委托的意愿，这个我没有太强烈的看法。但是我现在要讲的事情啊，是如果这个东西的著作财产权是属于司法院，请问司法院谁有权利去抄这个著作的内容，然后发表成论文去 claim 说这个是我自己的学术著作？徐老师，您认为这样子的举措适当吗？这个是最基本的学术伦理哦，跟作为一个公务员甚至是有法官身份伦理守则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在台湾到目前为止还在打迷糊仗，还在打混仗，这个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你以后会允许你任命的秘书长去做这种事情吗？这个到时候我如果担任那个司法院长，我会再进一步来检讨这个问题。没有，你那个著作权的归属齁，你会进一步的检讨，这个我了解。但是徐老师你应该了解，我在讨论的是作为一个法律人，你可以把司法院的著作财产权据为己有，用自己的名义发表文章吗？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吗？这个从学者的立场，这个真的是会有问题。你说从学者的立场是怎么样？
我认为这件事是有问题的。那从司法院的立场呢？如果您作为司法院的院长，发现你的秘书长做到这样子的事情，你会采取什么举措？我认为说呢，这一个应该谁来代表司法院，这个由这个来这个机制来决定。那如果没有经过院长的一个允许，我想这个应该是不可以。没有经过院长的允许，秘书长不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对吗？对，他不能够代表。即使是经过院长的允许，上面是不是要标明这个是一个委托研究计划，当初是别人创作，而不是我创作的？没有错，没有错。这个基本的分际应该要守好吧？对对，没有错。好，谢谢徐老师。那我接下来的时间，请我下一位同仁徐永明徐教授。好，谢谢。好，谢谢黄委员，谢谢徐教授。来，我们下一位。